亲手写的卡片给总统。收下手写卡片，总统蔡英文温柔摸摸小妹妹的头，笑得温暖灿烂。仔细听，小朋友和蔡总统说了什么呢？谢谢总统阿姨保护我们大家。我刚还有多念几次要跟总统说的话，我觉得他很厉害。因为他有很多国家大事要忙。大年初一，蔡总统第一站来到台北市中正一分局卫冕远景致赠加菜金，但这可是他最后一个任期，警方也有礼物要回赠。总统府的维安就交给我们中正第一分局来守护。你准备好了吗？你一定会开得比我更好，加油！卖完了。看到远景，致敬在路上经典桥段，让认真看影片的总统蔡英文忍不住笑了出来。一早行程满档，蔡总统也来到大同区觉修宫发福袋。我要谢谢过去这几年大家的团结努力，让我们台湾可以关关难过关关过。同时，我们要谢谢我们的神明对我们台湾的庇佑。排队民众看不到尽头，绕了宫外好大一圈。最早的7点就来抢头像，今年是他的最后一任嘞，所以一定要早一点过来排第一个。小英总统，我们永远支持你，祝他身体健康，新年快乐。之前有来过，对，就想说最后一次，那也再来一次这样。不能错过最后一次新春从蔡总统手上拿到福袋的机会，还想跟他说一声辛苦了，龙年新年快乐。民视新闻杨晴、宋凤玲，台北报道。